想找青葱的一片地，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地，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，如烽焰何天起，亦有一番风光细微，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，不要急，风会吹过路在，不要焦躁，车会驶进月台，烟火升高跌下来，不再冲晒，光与影照样存在，要留下。所有嘢嘅变化，佢都所有嘢都系会变嘅，我谂大家都清楚一样嘢。但系嗰个变化系需要一啲时间或者一啲客观因素去改变嘅咯。即係唔係話，哎呀，我想急人人好好多時自己好唔開心咧，都係話，哎呀，我好想去改變一啲嘢。我而家呢分鐘我就要改變。當然因為你諗，一你諗到你就好想即刻做。咁但係有啲嘢係你可以做咯，你做咗先。但係佢會發生，佢幾時發生咧？其實可能都唔係話你希望佢發生咁短時間就會發生到。我如果我走，我唔會因為香港急。我不會因為香港的節奏，我不覺得香港的節奏是有問題的，同埋個社會節奏是一樣嘢，同埋你自己點樣控制你自己的節奏是另外一樣嘢，即係嗰個即係如果你淨係話完全俾個社會的節奏帶住你行咧，我覺得亦都唔係辦法嘅，因為你不同階段或者你不同年齡，咁你個精力也好，或者你思想嘅諗法又好，佢都唔同嘅，咁你下下都話，下下都要跟住嗰個社會嘅節奏去走，咁你都好辛苦。一夜叫數百里里，背熟曬中西子記，20個小考大考，20次透不過氣。想劈酒是一首充滿了怨氣的歌嚟嘅，可唔可以講下裏面的怨氣點解咧？我不覺得佢充滿怨氣喎，我覺得佢幾巧。當你自己覺得自己係全世界最慘嗰個咧，咁你係好慘嘅。當你發覺你自己，咦，原來側邊即係30幾人都係咁樣，咁你會覺得好啲。哇，300幾人都係咁，你覺得開心兩次，唔幸咗落喎。但係都係咁喎，原來我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啫。咁講下都好咯，我都有。今日嘅學友應該無欲無求，到底仲有乜嘢嘢令到佢想劈酒呢？動氣係因為佢仍然着緊嘅，除咗係家庭之外，就係香港嘅樂壇。拍戏背后说不三不四，就是你搏到最尾，佢结果攞多过你，未话你。我唔系包括听歌嘅每一个人都好，即系譬如佢哋 download 咁都会死噶，佢几想做都死嘅 ，download 或者买翻版，咁都死噶嘛，咁结果啲创作点？即系好现实，佢哋冇人发生，冇人生活，咁就做唔到。咁唱片公司咁，佢淨係為咗揾錢，或者淨係為咗睇，淨係睇盤數。咁佢做音樂嗰陣時，咁變咗完全冇計劃嘅，或者冇因應住成個，即係點樣大家可以即係共同建立嗰個樂壇嗰個角度去做嘅，咁都係死咯。media 如果大家都有大家好 ，media 其實可以，我覺得 media 可以有一個有一啲準則，其實大家可以去 follow 嘅，其實即係點樣去判斷一個歌係咪好嘅咧？我哋用咩準則去判斷？然後當然每一個人佢哋都可以用自己的喜好再去判斷咯。咁但係有一啲準則係可以大家去，即係佢哋係帶領住一啲聽歌嘅人，其實例如咧。例如即係譬如佢哋點樣介紹一隻歌啦，點樣介紹一個歌手啦，佢好嘅準則係咩？我哋唔識，好多樂迷都唔識。咁但係作為 media 或者作為一啲 critics 即係寫樂評嘅人，佢哋應該有。
佢應該有一個準則咯，佢應該知道點樣去點樣去評定呢一歌係咪好啊？嗯，或者係佢好喺邊度？嗯，佢點樣好法？咁你可以介紹俾你聽。好嘅唔代表受歡迎，我成日想強調一樣嘢，好嘅唔一定會受歡迎，受歡迎好多好多原因，因為嗰個人笑得靚啲，佢可以受歡迎啊。其實，咁但係嗰個同音樂冇關係嘅。嗯。咁、那個音樂係咪好嘅咧？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準則。嗯。咁嗰啲咁呢個可能係媒即係、就是、音樂媒介嘅朋友或者一啲樂評，即係真係識得音樂嘅人，佢哋去評定或者佢哋介紹。咁變咗有一個準則之後，大家會知道咩係好音樂，咩唔好音樂。我哋知道點解我中意呢個人，因為中意佢笑，唔係因為佢嘅歌咁樣。咁都冇問題嘅其實，即係佢受歡迎，因為佢笑得靚咁 OK。因為佢啊隻眼睜得靚，佢受歡迎冇問題。但係因為佢歌好而受歡迎，我哋都知道咯，最緊要。即係呢個係我哋常我即係我自己覺得一個健康嘅樂壇係應該有嘅。嗯。